旅客你好，欢迎乘坐轻旅航空520号航班。本航班将从你家飞往世界各国，预计空中飞行时间是20分钟、30分钟、4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、追踪并开启小铃铛。在整个航程中，请不要快转、跳段或是吐槽主持人。祝你旅途旅程愉快，谢谢。山脊也是日本的特点之一。乌冬面、冷面和日本生鸡蛋都是必须尝试的。是的，每天都来买。下面就是便利商店了，很方便，步行到清水寺30分钟就到了。